庆活动开跑，除了一般的化妆品和保养品非常热门之外呢，其实近期家电也非常的夯，优惠很多。那么到底有多优惠呢？带您一起瞧瞧。我们家电区呢，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不同款式的家电。那么近期最夯的商品，还有最优惠的折扣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来请店员帮我们介绍一下。现在我们的最优惠的周年庆的活动的话，是我们的电烤盘，那也是大家询问度最高的一个商品之一。搭配我们的活动的话，有5000无限折500之外呢，还有搭配周年庆的活动，让消费者买到是最划算的价格。小资族最爱的电烤盘，周年庆期间直接打6折。循环风扇折扣2000元，另外还有像是高单价的电视、按摩椅，也成为搭配百货满3000送900和累积点数活动的最佳组合。像昨天的话，有消费者就是电视的话，最高是回馈到8000块左右的一个金额，以及按摩椅的话，最高可以到13000块的回馈。他们是在就是前几天有来过，然后想要趁周年庆的话来一次做的消费，比较优惠啊，然后东西也蛮多的。我也是跟你要讲，周年庆我们再来买。整体我们在营业额跟客单价，我们整体成长了20%的一个数字。那其中以生活家电、还有黄金珠宝以及运动服饰表现得比较好。整档的部分我们预估可以成长到10%以上。打出满额送现金或是抽礼券、电动车，百货寄出吸金促销，精打细算的消费者趁周年庆买高价品，一样可以很划算。三立新闻吴昌、李梦山，新北采访报道。